今天我们挑战一下，用100斤黄瓜，看看能做出多少黄瓜皮。大胖小胖，干活啦！哦，这么早就干活了呀？怎么有些这么晚了？自然生长的都这样，那人也有高有瘦，有有矮有胖。每天站在高楼上，看着地上的小蚂蚁。做什么事啊？这么多黄瓜，赶紧帮忙洗，那边还有几十斤嘞。我说我要上厕所，你们信不信？滚犊子，赶紧滚，滚滚！老实点，你知道让这么煮了？哎，哪个天上都把门锁了？哎呀！这个包囊怎么办？包囊包上去喂鸡吧。啊！是哪个王八蛋？水浸泡5分钟，我们再清洗一下，挤干水分就可以制作了。一年一年飞逝而去，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，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。生活总是麻烦不断，到现在我还没习惯。都说钱是王八蛋，可长得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来给我尝尝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嗯，就是这个味。